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做水果茶。自制的水果干既可以泡水果茶，还可以当低卡零食吃。记得一定要用 SSR 级的水果做水果干。水果干不仅浓缩了水果的矿物质成分，还减少了蛋白酶对消化道黏膜的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总说不要空腹吃水果的原因。记得柠檬要去籽哦，不然会苦。放进烤箱果干模式，70度6小时，没有果干模式也可以，但是要偶尔打开散一下水汽。烤好的果干密封可以保存3个月，记得一定要放糖哦。阳光正好的下午，偶尔也来沏上一壶吧。